小玉玉，中秋节快乐！小玉玉，中秋节快乐！咦，姐姐，哎呦，这么漂亮啊！这个是小花狗，是我绑的。这个是我帮我们绑的。哦，那我帮你绑好吗？等一下我们去乐乐外婆家，你去吗？要去。你也要去啊？嗯，帮我打开。啊，好。哇，小玉这个是大公鸡哦。昨晚上你的不过来这里吧，头不见了，不懂被谁咬了，哥哥吧，我问那个，我要找你一下，我妹妹跟我去外婆家吗？去啊。小玉玉，你去外婆家回来了是吗？嗯。哎呦，你这么早就去了呀？哥哥喜欢玩这个魔方，那我去拿这个给你吃啊，把这个糖给你吃啊。麻哥为什么要这样子转呢？为什么这样子转？等一下我再告诉你。这个是秘密是不是？不是秘密，没什么秘密。我们要留一手的那种秘密，现在不能说。抓过点松皮。哦，要抓过点松皮。然后你现在再看里面那个皮。哎，拔了了。哦哟，这样拔了，哎呦，真的行，我解放就来干这了，没有什么秘密，这么简单，可能还赚那个皮就会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看到口水都干，看到口水都流干了。哦，你这弄饱了。这根太肥了，这根也是太肥了。那我们这呢？我们这一藤就肥哦，是呗？肥的话是的，肥的哈。其他喽，没事就弄。哦，好味，你那话说的凉。二哥拿这个烤鸭、烤肉回来了，准备拿去娘家，还有一碗扣肉。阿敏姑。阿肥叔，哟，你再来慢一点，我们就准备回去了。我看见你刚好及时过来，刚好拿给老爸老妈。谢谢。嗯，二哥嘞？二哥刚刚上去换鞋，去阿婆那里呀、啊？你不要去搞鱼标了，好吗？我跟你去好不好？还有鱼标。好啊。都想去搞鱼标。中秋快乐！中秋快乐。我们正好二哥的时候换鞋子，我们就准备回去了。刚刚到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这里有一家呀。嗯。等二哥，我们就准备回去了。哪里有一家？八步花。你是个大傻瓜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中秋节快乐。去阿婆家过节啦，哈！过节啦！啊！然后呢？今天不用去读书。好了，我们出发 ，Let's go！ 出发 ，Let's go！ 嗯，嘟嘟，开车去了啊！唱来，我要向我的双双谁家的姑娘
看你个大爷翘起二郎腿在这里，不能这样子吧啊！不礼貌。来，回到家了不？小家伙。来，这些肉啊，扣肉啊，拿回来。没办法嘛，做人家的姑爷没办法啊。就走这种瓜，你不拿也可以的。那后厢那里还有狗啊。来来，阿婆叫你啊。不要阿婆的呀，大笨猪。回家回家，不到家了。他们说这个烤肉烧鸭很好吃。到猪老板家来。张亚。来。哟，本来你就麻烦，你等他来跟麻烦了哦。他们说这个烤肉、烤鸭很好吃。没有怨我，你。好了，吃饭了，吃大桌人。吃饭。泡的啊，泡。这跟那是一样的味道，两滴啥的。